水得着人将此分东西。希望你平安又快乐，欢迎来收看快乐大菩萨。阮是一颗的女红妆，生最是五岁多大红大爽。我就不爱插你，我怕你笑话我。希望你平安又快乐，欢迎来收看快乐大菩萨。阮是一颗的女红妆，生最是五岁多大红大爽。希望你平安又快乐，欢迎来收看快乐大菩萨。怎樣怎樣太緊張了，說話會咬紙的，會這樣擔地的。緊張，你現在緊張什麼？口吃，口吃。不然你現在緊張什麼？你說吧。我沒在緊張啦，我是說你看那個就要喊我那個，怎麼這樣緊張起來？呀，打你！老師，怎樣？咱安怎？讲老师哦，七早八早拢伫学堂咧做工课，做工课安尼啦。啊，做工课啊，看有啥啊？做工课就做工课啊。我今日特别哦，较早去到学堂迄个所在。你好早去学堂创啊？我本来就拢爱去学堂啊。你想七早八早啊？我去看卖啊，老师咧创啊，看啊，无非无你。嘿，无啊！唔敢啦，我是看卖老师咧，今日是无用啥物货啊。我去咧看到的时阵哦，我讲听啦，我知影你看到啥啦？你哪会知影我看到啥？因为母牛吼，即马来生日要到啊，咱头前迄条路吼，咧空点啊加啦。哎呦，那你说多好啦！啊，空点啊加吼，咱咧款绿篱吼，篱笆，树啊，迄绿篱都无种袂使啊，啊无免咱做工课。啊，老师，你妈你家己伫遐咧整啦，啊，无要叫，啊，请人拢爱钱啊，我家己做免钱啊，你头请呀，我家己做，我家己做，个会当训练身体啊，对无？所以哦，我当老师咧整篱笆遐的树外的时阵吼，我拄好到现场，佮家己偷拍呢，你讲怎样甲你偷拍？你有甲我偷翕无？我佮偷偷穿落豆包嘿，真正有影是真。你加啦，你给看麦嘿，加，对，加啦，啊，真来啦，啊搞啊，他妈天理啊，你还，还底下咧旁去啦，你有看麦？我讲这里呐，哟，哎呀，家己整啦，我走啦，规排的阿嘞啦，啊，人底下咧孔大妈加啦，天哪，老师你们较边啊，人要看你边啊，不爱不啦。看你啊，唔知啊，动作你啊放尿咧？唔是啦，你看这种老师真的规抓路拢真的咧。真遐绿篱啦，
啊，整整下好啦，较光鲜啦。啊，你也唔爱穿衫无？可以日头讲晒啊，咧晒到规个拢啊。穿衫吼，该紧就打面啦，啊，都规个安尼。我都，我这装卡囡仔拢烫巴体惯势，我较早咧咧饲牛，唔是拢烫巴体。都看你看我这呀，这有特写，哦、好嘛耶？有呢，真正。啊，佮牙尖啊，咧啦，做职业的啊。有呢，尖啊。有啊。哎呦，真正咧。规排的咧。有有。好啦好啦好啦，有甚物好看啦？唔是，有甚物好看？因为吼，这活动即卖咱有做者老婆山咧。拢心肺嘛，拢伫咧活动遮咧，所以哎呀，互咱活动啊，互咱老婆仔了解哟，咱活动最近咧无用啥物货，哦，啊有啥物代志，阿妈呀，向咱所有老婆仔来做遮报告诶。对啦，无啦，咱讲到遐做到遐啦。咱唔是干那食一支嘴啊，有讲无做啦。这老师唔是咧做红看诶，这是哦发自内心就是咧做诶。好啦好啦，慷慨，这没没讲起啦。哎呀，爱互人了解一下啊。事叫见人心啦，啊，落叶知马力。啊，咱古来看就知影嘛，啊无，对一颗蚊啊，加进迄那唔是，那唔是迄落咱做有见心的。哎，有诶，讲诶，规钟头人轻钱轻钱啊，叫起未起来，起未起来啦！我们屏东诶徐妈妈哦，何况我家己一个人，嘿啦，阿无财团委员会完全拢无。对啊，我们屏东诶徐妈妈，甲你讲哦吼，伊就是甲老师监督掉诶，看嘛呀，哎，伊即卖庙搞倒位啊，伊从头到尾拢看，拢有看到嘛。有啦，你个迄落迄个演播诶，张大哥、张大哥甲张大姐，伊嘛是拢为头甲咱顶对到尾啦。足侪足侪拢为头顶到尾。真关心啦，真关心啦，谢谢啦，努力啦。哈哈。啊！都专心专力，啊！都拢，把我一世人的心血拢放伫遐啦。真的。啊，最主要也是，互咱大家有一个后头通去转来。嗯哼。哦，因用啊，想到心肝头郁卒，转来甲母啊讲讲的。回娘家一下。甲我大家再拢甲母啊吼，点香啊，保庇咱遮的老菩萨，大家身体有较紧健康个安尼。吼。啊，个咱吼有做者诶妈妈哦，也是阿公阿妈呢，拢会带孙仔来遮遛小孩啦，哦来遮饲动物啦，安尼动作公园动作安尼吼，佚佗安尼户外教学嘛，足好个。啊，阮最收门票个咧。阮最近哦有请一个公关啦。公关。诶啦，阿秋啊啦。阿强，恰只公关阿强啊，你来行到队，来给对到队。哎呦，那只那是两只卡，四只卡诶。两只卡啦。两只卡，那个人。孔雀啦。孔雀。孔雀，你叫阿强啊？啊，伊足吼足亲近诶哟。我咧孔雀哦，你来行到队，来给对到队。系的。系啊，伊也含你翕相。系啊，唔过莫甲懵啊。阿姨哥也白做事，脾气不外好啦。阿姆哥吼总爱接近人群呐。有啦有啦有啦。老师，你讲到这空阿雀啊吼，我常常想到一个问题呢。你够想到啥？嘿哦，有一项物件。一项什么物件？冷冷入味。冷冷入味。叮叮出来。叮叮出来。什么物件？冷冷入味。叮叮出来。哪个是叮叮入味？嫩嫩出来，那是你。你哪知道是我？啊，你哪知道是我？我是看不起掉，你哪知道是我？我是讲你，那是你的意思。哦，我的意思。哈，啊，我今麦讲我的意思。嫩嫩的味，嫩嫩的味，叮叮出来。啊，叮叮出来。对。要要什么物件？嗯。洗嘴哦。唔对啦。唔是哦。嗯。冷冷的味，啊，叮叮出来，我想无呢，想无啊吼，是哦，我要讲啊，来请说，冰，哦，食冰啊，冰啊，哦，冰是不是冷冷的味，叮叮出来，哦，你冷冷的味结冰啦，啊出来变冰的啦，有啦，搞啊，啊够我，啊我呢不是啦，啊无你嘞，我呢是叮叮的味，啊牛奶浇了就出来了。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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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甘愿用爱拼一生。好啦好啦，咱两个安那唱拢袂当共调啦，无错啦。喏，安那啦。啊？你讲安那查甫人起开安怎啦？
人迄吼要有养活不称，就是要有查甫人的气概嘛。哦，啊，你有查甫人的气概吗？你咧讲的指导一方面呢？我指导是讲吼，查甫人的气概就是因为放药开始咩？哦，我跟你听哦。安娜。那这方面呢，这真正不是我的本家规个。敢讲你拢无放尿的状态吗？我无迄个什么放尿头、渗尿尾啦，是讲哦，迄个一仔裤臭尿破险啦，啊是讲尿尿咧放未出来啦，啊是咧搞尿我袂安尼。但是你今年已经64岁啊呢，已经过半百啊呢。即嘛重点就是咱有咧顾，咱也要顾啊。好，老婆仔，咱主要咱也要顾嘛。阮偌济老兄弟过去较早就是有那拢安尼。讲张哥，你讲的个，就那裤烂开哦，啊，拖入来，拉链脱开，啊，裤卡就弹面啊，无。人即卖卖啊呢，即卖拢做打伤的。啊，你即个都叫查甫人的尊严。啊，查甫人那时阵讲一较粗嘴的，都一般就都放袂舒适的。你搞讲你伫房间内面会当创啥？所以有影响着。哎，哦，是不是较这大影响哦？所以哦，无边边啊有诶无诶，一般就先甲创好势。好。哦。啊，唔过吼。安尼房间啊来。啊！房间啊，来，房间内面的床下台，小蛋的你就知。你两个唱这歌，人敢跳舞？有啦，房间啊，来啦！好啦，好啦，好啦！啊，无得钱。啊，机车舞啊！来，机车啊，起来！来，机车舞！预备，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四。嗨手哈哇来来过来预备二三四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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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三四上去二三四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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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三四上去二三四数礼拜拖出去呼呼啊我终于真的笑我终于真的听清楚我跟你讲我听啊老师讲我甲你买关你落，即好你去健身，健身，要开我诶，啊，真诶呀，要，我脚好掉啦，哎，啊，但是，你卡床头都要好消了，你好人啊，你，啊无，啊还能健身，这卡床头就大诶，哼，健身。卡床头大表示高生，你敢知咱咧阿公阿妈爸爸妈妈吼，因咧看新妇拢用卡床头，你敢像军尼？你慢个，你慢个，公务一下子啊！还没什么关系，真正有影。说白哦，你看你家境个咧平川，你就是无去运动，你爱去咧运动，较袂平平川，安尼开始嫁着好安，真的呀！哟，人即卖要嫁好安啊，拢走去咧运动。我真的呀！阿大妈，你控告你。是啊，老师，你即卖这种的人格分裂呢？好啦好啦，迄个那是讲阮查甫人就对啦。安那，头拄只咧讲哦。查甫人唔是我咧分家规，我做囡仔就晓白较紧啦。哦，你做囡仔就教引导啊啦。唔是教引导，条件够好。条件有啥物条件咧好咧？以前阮做囡仔，我拢穿开卡裤啊。较早有开卡裤，行情个袂歹啊。对啊，
啊，迄、那个开下口啊吼，我那咧边竹啊，脚拢会开开。嗯哼，啊，咧边竹啊，毒竹啊。哎呦，迄鱼啊吼，鱼啊拢会来勒呢。勒多啊。迄囡仔遐济吼，伊拢敢看到我呢。勒，你看到你的啥哈、啊啊？我这不是球球啊。哦，看到我迄尾白斑毛。真正咪啊！我给你勒。有啊，我出来。还不是太疼吗？这个勒以后，要是佮伊唔放呢？啊，无咧。哦，勒拖咧行。所以老师，你即摆行路安尼安尼安尼，佮是为遐来个呀？哎，当真的，我到，他勒物件错，新喷的啦，较明显啦。啊！结果一鱼啊，该咬手骨。啥呐？伊勒都勒，伊勒无代无事，佮搞勒伊白里点咧挑哩，你知吗？啊！老师，啊！老白娘，哦！你看你个熊爱情，真的啦！天方夜谭呐！真正啦！哎呦，啊！一个套开迄个吼，套开安怎？啊！你家己套。嘿啊，无啥物套，一套开烟，咻！哈哈哈！特别一个囡仔讲一个脑震荡，哈哈哈！啊！啊！结果我即摆要裤要穿起，我拢甲收入来，哈哈哈！哈哈哈！我甲我后事讲出来，啊、真正有影，你都唔知啊！先天就是好条件，你跟我斗的。嘿，那是讲先天好条件，你若讲年纪有啊，结果拄着咧雨伞飞大，真正足冤枉的啊！啊，你若像阮即马拢未飞大，阮即马有方法，啊未飞大啊，肾的功能佫怎佫会当调定时？可能不能这样，还要四十分。你是讲放尿哩啦？看时间，放一斤放一斤，四十分钟放一摆哩啦。要抢尿，尿的时间看偌久？那君阿讲的，你某若上面前去，一定先给你找开关。好啦好啦，啊迄个，头拄只咧讲着，这捏无线肥大济吼，这查甫人捏无线，查某人无捏无线啦。啊，唔管有捏无线好，无捏无线好。我即摆问你一句话，啥物话？咱今放着放着素食呗？歹放噶、啊，有个人一步就做骨来摆放啊，放袂清气。啊，有个人啊，要讲啊，有就放袂出来啦。嗯，太屌诶！哦，这种呐，有就放袂出来，还放袂大，干这细字哦。啊，搞这这也细个字哦。所以就唔敢啉水。啊，无啉水，佮愈加速速度。速度，诶、哦，西游记的速度，你恶化速度搁真得紧啊！啊，若是讲啉水多了后，搁搞结要安怎办？啊啊，这你着，这你着唔捌啊？嗯，这着小事啊。搞结是小事。水咧啉一啉啊，该搞着。啊，咱掌握着一个观念方法落去，化棒就棒，大杠化裂就裂。所以啊，啊安尼嘛，对不对？嗯。安尼，咱唔得有交代啊！不管只老兄弟，诶、欸，咱讲真正呢，老兄弟要出去笑掉，咱家己本身嘛爱条件爱有够遐呢。欸对，对不对？嗯，不是讲我靠嘴讲讲的尔咧，我讲。啊，上重点就是吼，你若顾有好，咱就免烦恼药剂来去洗。无，即摆现代人洗药剂人足济啊。这是重点哦。迄落有诶无代无钱呢，无烟无膏，啊，人咧艰苦，我看去看医生，医生哦，你药剂爱洗啊，我哈，是安怎爱洗药剂？啊，未听。哦，迄就是介济老大人就无爱啉水啦。啊，有的是西药乌白吃啦。啊，我是长期吃重咸的啦。啊，无就长期吃重咸，无咧流汗啦。好。哦，啊，无就是糖尿病啦。啊，无个高血压啦。对啦对啦，安尼你就较容易药剂无好，所以那有咧顾的，你药剂就冻较久嘛。咱寿命才会延长。哎，啊，无咧顾的哦，三万两块你敢看，连咩一黑咧要西药剂，连咩咧西药剂。去了了啊！而且听讲西药剂唔是甲讲吼，倒底下西药剂了，西药剂伊会并会并发症，啊，佮有伊问题会产生介侪介侪介侪呢。西药剂吼，有当时啊，你若人伤悬，就爱佮买一个药啊来吃。太贵。一个身体有甚物状况，买另外买药啊。啊，伊拢爱加西药剂的中心买，啊，迄买拢后一罐拢要一两万块。
惊死！你搞搞多搞多钱，搞多钱能够能够开？用完搁爱搁买呢？当然啦，当然啦，来来，等你较关心啦。好好，超级功夫。呀呀我叫你叫你鼻角竖开，竖到丹田紧开，嘴合合，爱提竿卡正立的。好好。我来讲，咦、欸？正平一脸，正平一脸，倒平一脸，倒平一脸，头前一脸要一个好位。二就是两年，三年，三年一考起过年，无要紧啊。好。我两公一杯，姐姐，我们我们，我两公姐姐，呼呼。我来讲一个笑话给您听。好好。那个阿呆啊，甲阿花两个阿阿婆。哦，因两个是阿阿婆哈。啊，有请一个迄、那個外头个飞，迄飞佣啊。好好，伫大厝诶啦。出你出内面咧咧变扫啦。啊，即马吼，这个阿呆啊，听讲吼，这个飞佣是白虎啊。什么叫白虎哈、啊？就是吼。过人卡四过拢无发毛啊！啊，头毛呢？啊嘛无头毛啦，头毛嘛无好。一地鸡头毛。哦，伊这是假头发，规身躯拢无毛个对啊。伊个规身躯拢无毛啊呐！哎呦，啊阿呆啊，着足好个呢。哟，这是啥物款人啊呢？哦，伊个好个，甲阿花个阿花阿花。哈，咱请这个费用哦。嗯。听讲规身躯拢无毛，你敢会使想办法，让我甲看卖？哦，我该好奇安尼啦。啊！一直甲阿花鼓掌，阿花讲啊，好啦，好啦，好啦，阿花好咯，好啦，讲好啦，好啦，安尼啦。嗯，即卖阿花就去找迄个花佣啦。嗯，讲吼，伊哩吼，迄个，迄个啥身躯拢无毛吼，啊，阮翁足想要了解你身躯拢无毛生做安怎？直接甲伊讲安尼，人要看哦。嘿啦，阿吼，我甲你加薪水啦。哦，阿好唔，安尼啦。甲看了。啊，即卖迄个花佣讲。加薪水好啊，啊无安尼啊，头家娘，我跟你讲个歹势，你和我一间啊洗身躯，咱两个做伙烫，哦，安尼安尼，较自然啦。头阿呆啊，头家伊都会看到啊，啊我想想有道理哩，哎啊，就这边啊，这边一间啊内面呀，两个就烫光光在遐洗身躯啊，费用兼阿花个对啊，吓啦吓啦吓，烫光光在洗身躯安尼啦。啊！即阿花咧说是讲啊，安尼阮阿呆啊都看到，飞扬真正连一支毛都。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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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码去到房间哦，阿呆啊，看你阿花没啦？没阿花，没阿花啦，国民无兵别来啦。阿花讲，呆啊，你为着要看，会用有无？啊，我得拖这边去啊，
我两个拢烫光光，真辛苦。啊，好你看，伊就连今仔连金毛都。啊，你无跟我说多谢，你搁搞我骂，安尼够有意思。这么意思的呢？啊，大家讲，我哪唔跟你骂？你提前唔留我骂。腿啊，甲讲我嘛解放嘅，我带伊来看。连你也放过来啦。好啦，姐啊，你做嘛？你做嘛？我跳跳腿啊，看了了呀。张伯人唔好安尼，你十不人计奇怪哦。你看别人个，阿家己也唔好看。真害人，讲得就无正经诶。我咪来讲点阿呆啊。有。阿呆要是的外送员呐、啊。哦吼、哦。啊，有一天啊吼，伊在上街两个去个阿花，你知道吗？哦吼吼、哦。啊，上去了等啊哟。嘿。哦，伊个脆皮咧吼，我会用剩两个脆皮加的痕迹啊。哦，用剩两个脆皮啊。很头去跟阿某讲啊咧，讲阿娘阿呆阿呆，啊你是安怎，太加太两个吼手掌印啊。对啊对啊对啊。阿呆讲阿叔唔知啊吼，我去用迄阿花甲我剩脆皮啊。阿花甲你剩哦。嘿呐。我你阿花人无变变呢。啊，你想到。太大，你肾水配合，你讲话听到无咱两个客诉。哎、欸，对对对对对，即卖阿呆讲阿无啦，阿姨吼，伊唔知是安怎，脾气偌歹呢？是安怎歹？伊讲吼，伊迄鸡卵糕是伊的奶奶咧爱的啦。哦，奶奶。哟，啊，我即卖鸡卵糕放你家店无？对哦。啊，你奶奶多大啦？一个。啊，你还搞肾水配合？你的奶有多大？哎呦啦！那个爱问我好，是恁奶奶，是阿妈，不是你的奶。好好好。好啦，较正经个啦，我来讲阿呆啊啦，你坐公车啦。嗯。啊坐啊坐，就含个司机开讲啊。好。哎，那个温江司机啊。嗨。你较早开公车进前，你咧开啥？哦，阿姨啊啦。啊。你前开车就讲话啊。我较早都咧开载地啊车啦。哦，载地个啦。哦，安尼啦，阿呆讲。啊，你甲看是开公车较好，还是载地下车较好、啊哦？你的薪水是甚么会较悬呐、啊？哎呐，阿姨讲，当然嘛是载地下车较好啊。载地较好啊。伊讲啊，公车唔好哦。哦。地下车较好，先啦，你要讲先啦，地下车较好。为什么要载地较好，不要载人？我那载地下车伊袂像安尼，你遐敲敲门，只滴怎么敲敲门？台南许秀珠小姐的火锅。哈！这是放下我，给别人。害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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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过年无休困，一阵过了又一阵。
来送你离开，人就不拢无安慰，害我变相思。害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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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爱的吹把银铃弄掉，来山的兄弟啊，对甲欢啦啦。咱的老菩萨点的讲害羞害羞啦，就是一条啦，爱有歌名，唔只好唱。今日来山姑娘要出嫁啦，哟，好呆哦，你也是在。后摆点歌，唔通安尼往往咧用摇的啦。哎，有足侪一歌名是找无歌的呢，咱老菩萨。哎呀，哎，拢点迄落，哎，什么什么双人惊狗，啊，双人惊狗要对吹。我好有去雕歌。我惊魔神，咱来惊狗。无去雕歌吧。没有，我有叫伊唱啦。好。有想人惊狗，青春命啦！青春命，青春命，想人惊狗啊！真正有影是，好啦好啦，啊，都反正听有就甲唱，啊，听无就无法度哦。啊，不然你点歌哦，得爱讲较正确个啦。啊，做代志拢是爱拢爱正确。因为老婆在点个歌，你唔爱听鬼歌，咱该去 Google 看卖有这条歌无？然后再继续吹，那无，咱该去吹吹吹吹吹，安尼看卖有无？哎，对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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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好啦，哎了呢，头拄车，咱咧讲到这个膀胱尿道，这尿道膀胱尿渍这个问题吼，这咱呐一旦有回来啊，大家拢加加减减啦吼。你个婴啊，个脏位也是同款啦，拢会堵着。咱这个尿道膀胱腰子会袂舒适，这个你用骨了十档啊，哪有迄落袂较无状况的道理啦？为退化开始。只是讲咱的状况比人较轻，哦啊，退化速度比人较慢，所以用较久。哦啊，所以咱得用较久，啊较无困扰，安尼咱会当保持安尼上好啦。哦，你若是讲有个人讲咧。七少年八少年，啊，都热都捏袂掉啊，啊，都臭着破险啊，一日来裤定安湿湿吧，哦，对不对？啊，动无两个波头轻，但乎恁某伊脑壳，哦，查甫人做是人安尼啊，啊，所以哦，咱有真济，咱即个老人听我妈讲，相对放着甲处理好势啦。这部叫做放袂舒适的，你讲讲白下白天正题是啥物敢听？不可能个代志。哦，对不对？啊，所以哦，要讲开，咱真烦恼的，唔是。干那这房间的代志，啊，搁有啥吗？西游记较烦恼，这才是重点。咱有一个住伫咱这个新竹的老先生哈，新竹啊老先生呐，啊，伊就甲我讲伊讲哦，张辉，我吼实在唔知要安怎较好呢？是安那？啊，医生甲我讲我的腰子哦一边有萎缩去啊，安尼啦，啊一边哦嘛无讲钙素丝呢。啊！医生哥拢无开药啊，我吃呢。啊，叫我在三月日在追踪一摆呢。安尼，多亲像讲哦，就离啊等等等等，敢那未砍掉啦，卡来西药剂安尼呢？啊，靠追踪你啊！对啊，拢无药啊，通吃啊！对啊，都做些拢安尼啊。目睭紧紧安尼看着，那药剂一工一工愈来愈歹，愈来愈歹，拢无方法。对啊，对啊，对啊，啊，伊就是无方法啦。啊，即马就无多啊。啊，伊就卡电话讲。啊！医生刚才叫我三个月回诊一摆，啊无开药啊，吃药剂要较会好。我嘛甲老先生讲，我你药剂袂好啊。啊，即摆在等就是等，等迄个。等落恶化了，较该洗药剂。你若无到迄个条件，袂等该洗啊。无多清健保。哎呀，无多清健保啊，哦对不对？啊你若是三个月一摆，三个月一摆。我咧想讲哦，可能免解雇你，就去西药剂啊。嗯，因为愈来愈恶化，你若无。啊，老先生讲啊，我卡这栋电话给你，就是讲看你有方法无安尼啦。问看我有方法无？我讲你问对人啊啦。哦，你若是讲啊，都无说袂使啊。当然我嘛无在调，我爱莫能助啊。啊，你若是讲哎，一个咧追踪，一个医生跟你讲，你得要做心理准备，较慢你就可能会西药剂。那么这个时阵，咱还有机会嘛？因为你接受管啊，咱有机会把这个药剂搞好。但是你莫听人讲药剂也好啦，那无算药剂乃好，进都无人会西药剂啊。
哦，我讲对不对？油脂袂好啊！你著存三分，过三分，过五条；存五分，过五分。莫搁恶化。那过会条，就做阿弥陀佛啦！做公阿，就真正是有咧保庇啊！安尼个袂去洗油脂。像遐过无条，就爱倒离啊！一三五二四六爱倒离啊！一个洗四点钟。食饱等洗油脂呢？人工洗。人去了了啊！哦，就是安尼嘛。哎侬，介侪拢为油油放放袂好势。老先生伊就是甲我讲安尼讲。哎，我都嘛唔知啊，哪样啊？都年会有来吼，啊，有当时啊就放未出来啦。啊，你无线正大啊，当滴无两滴安尼啦，啊，足艰苦啊，定定食迄二油的啦。我讲你要死较紧啦。我讲安尼啦呢，趁钱哦。医生啊未甲你讲要代讲的进程，我一个观念方法到你，啊，你试看卖。哦，哎，伊讲啊无嘛无多安尼，像咩解委屈安尼啦。哈哈结果伊安尼用我好伊个观念教方法，来试看卖个。哎，肉拢大白起来以外吼，加进嘛已经经过年外外呢，嘛拢无洗油脂呢。啊，所以无恶化。啊，医生嘛讲，哎，不但无恶化呢，敢那个有较回小看呢，指数较下降。啊，就是安尼啊，你看卖。嗯，勇气。啊，耳朵个。啊，结得好阴影哦。哦，啊，这就是。阴炎呐，但是你也家己爱做药浴的健康。因为咱查甫人有咧无线啊，家就都低调的了。你若就办袂出来，用膀胱的发炎，哎呀，倒堆油脂来啊。油脂个发炎。你查甫人伊都排一个囡仔，啊，要倒愈来愈大坑啊，愈大坑，你的膀胱就愈低愈低嘛。生囝了，你的括约肌也无力，啊，就陷入。哦，尿个尿袂掉。啊，就老尿啊。哦，啊，裤底内裤底点啊，就臭臭尿破样嘛。高感染嘛。还佫会感染着。啊，就去了了。刚讲过，伊洗油脂。老婆生，哎呐，医生跟你讲，哦，你要做什么准备哦？迄真正会好呢？迄介只老婆生打电话，我是用好的呢。嗯。我不爱洗油脂啦。啊，你啊，唔是你不爱洗，就会当卖洗啊。问题人医生含你也不挽手啊，伊不代表只要该洗油脂，就是你已经不怕呀。啊，佮无药啊，行者。你到那迄步骤，你迄半暝休息，你得油脂顾好啊，老婆生。人爱有较巧的，爱有较精工的，迄有个人唔是呢？拢放弃在伊呢，啊水也唔啉呢，讲啊啉水都拢搞尿，定咧走便所。伊记录下啦。咱得爱啉好放，唔通无啉无放。你无啉无放，你的毒素要哪排出？所以你个尿毒啊。哎，尿内面都尿毒啊，尿毒过关，你就洗好剂啊。尿剂个歹呀。哦，是咪老婆生，都像咱咧洗身躯同款嘛。啊，身躯淋淡了，湿文做做咧。你算免用水甲冲好清气，哎侬，我冲好清气，迄湿文你身躯是免哪免哪过滤，好、哦、对不对？是安尼。所以尿道嘛是靠水甲冲出来。我那爱冲嘿，我那爱靠安尼冲出来。所以你就爱会大白，爱放会出来，啊化尿跟尿会掉，哦啊，你就尿道排清气，水分够有够。哦，老婆生，我去观念方法好哩。嗯。你小记得无咱的份啊？连讲你呐，碰到一挂亲戚朋友厝边隔壁。人爱洗油脂，就是无咱的份。对，咱个当去出头。啊，无人就唔听话，哎，就去洗油脂啊。连讲你那是吼，一、那个身体有健康，掌握好你的观念方法，你若健康，啊，你来做善事。安怎做善事？你都在讲讲，哎，你都爱爱怎做才袂洗油脂？我较早医生就要搞洗油脂，起码都唔免洗哦，就是因为哦，掌握好我一个观念跟方法，咱都爱安尼善事爱安尼。功德一层。哦，啊，无讲者较粗嘴咧，咱进那年会有啊，是要做啥物会？做啥事啊？身体顾好尔啦。咱人的功能。嘿啦，啊，你尿道、尿你放个大缸。对。啊，暗时就袂安尼三更半暝，常常安走便所，安一夜六次人、七次人，一暝走要五六摆、六七摆。结果拢在放尿。安尼是要哪困？哦，老婆生安尼要哪困啊？啊，有就放出臭就破香嘛呢？哦，迄真正是啊，哦，啊，这是阿伯阿娘好。臭就破音，即马我呐一个观念方法到你哦，你咧尿毒都排清气啊，你免哪会臭就破音。啊，刚刚会起泡？没啦，都未起泡啊，都未起泡啊。起泡即方便的咧。哎，起泡的有几摆啊嘛？哦，尿蛋白啊。所以现在你那有闲去看，看你有个人困醒开面都会肿肿。水肿。哦，啊边啊手会边边，脚手会边边。啊，有个人放尿会起泡，哦，嗯、啊，无就是有介一人足交流的，哦，做这些问题，人先做个先做个点的，这拢会洗油脂，这油脂拢会歹啊，嗯，哦，小等人来关心啦，把咱的尿道、膀胱、油脂咱个顾好，好唔好？来，饮一个茶呢。又去糖尿病感觉血压袂难。啊，母牛啊，猪皮给你保庇，哦，身体健康，我你食饱呢啊。大家起来。
大家好，我是黄宣荣医师。在国人团结努力下，武汉肺炎疫情获得稳定控制，指挥中心鼓励民众例行防疫新生活运动，提醒民众不分行业务必落实社交距离，室内保持 1.5 公尺，室外1公尺，无法维持社交距离时应佩戴口罩。另外，营业场所内可提供干湿洗手设备与量测体温，并采取实名制，执行人流管制及环境的清消。场内可运用隔板或采取梅花座维持适当距离，保护员工及消费者落实防疫。只要个人及业者都能落实防疫，集会即可不受室内100人、室外500人的限制。防疫做得好，恢复正常生活步调没烦恼。来啊，感谢咱的乡亲朋友老菩萨，大家安尼长年来对阮的支持疼痛，啊，对着咱健身好，大家学了加真正实在，搁会减到小步。有的人搁买咧买，你去咧做善事，哦，我也感觉看恁的真正是无简单，真正足感动诶。来看咧啊，非安东的健身好，哦，非安东的哈，看咧哦吼，非安东的健身好，拉远哈，谢谢哦，你也讲，哎呦，吼、哦、吼，哎呦，好诶，谢谢哈，长哦，足踊跃诶哈。啊，今仔同款老菩萨，最后是刚刚电力管跑通无回后哈，一罐一千，两罐两千，顶回让三四回你吼，来阿伯安尼，今仔袂回安尼，来买两罐，送一罐，一罐够够你好啦，安尼啦，买两罐送两罐，有啦，人公司这边是无要上送啊哦，来啊，咱的这个往来关于的教授机构，这支含你个人啊，大菩萨咯。十二个就好啊！前十二位才有这个去，搁兼咱的健身好一关。哦，安尼拢总，互你开2000块尔。足俗的呀！有这组，三个半暝就卖一个便所门桥到尾派。那个让启明告天光。啊，有这组，迄、那个1352-46的就无咱的份啦。那个让去佚佗。啊，有这组，伊就搭搭双双啊，人搁袂挨扰啦，大无散。人家无感情，甲个会甜蜜啦。对，安尼尔啊。这是钱买袂到的哟。啊，你若无甲我买，你有哪会去甲别人买啊？嗯。当然，别人无这个牌子啦。啊，类似这个物件一定有啦。你若无甲我买，你有哪得去别人买？为什么？因为你会有啊，这袂使无。一定爱食。哦，会去真个老婆杀咯。啊，电力泡通啊。身体健康。啊，再电力几只？什么人要做电力？空八空空空一零五八九啊。空八空空空一零五八九。来，你好。老师，阿姨你好，你好，丢鲁林太太了，好好好，算了耶，好，再来一算试试，好，丢鲁林太太老朋友啊，咱早时啊吃饱吃两粒，哎，早暗吃饭，暗时啊吃饭饱吃两粒，好，中昼唔免啦哈，早暗，老婆说，安尼咱边边年会有诶老大人，咱拢比别人较有动，哦，咱讲熟悉就是安尼，咱比别人较有动，比别人较健康，丢。把人咧啰啰嗦嗦，咱袂啊！为家开心。来，你好啊！喂，哎、欸、嘿，我要爱一组。在你咱住伫倒位？我住伫林德。林德啊，恭喜你来一刷试试。恭喜你！一刷、欸。喂，你好。美惠啊，来你好。赵老师家。你好。喂。喂。哎、欸，你好。喂。你好，你好，咱倒位？我高雄。来高雄来一刷来试试。恭喜你啊！三个人个安尼管这个照顾家庭。来，你好。喂，嗨。诶，来，健身好。咱住倒位？我住台中台。三山台里了，是不是？喂，你好。来，你好。喂。喂哦。喂喂。嗨，你好，你好。哎，你好。嗨。哎，今天功课。来，四山。谢谢。来，飞机掉。来，你好。喂。嗨。啊，我是个英国，来五双英国的，是不是？来，赶紧来一双跟五双。咱这逆商做有观念的，你要顾咱家己的身体。来，赶紧来，空八空空空一厘五八九，今仔袂无回啊嘛？无回啊，刚刚解雇叫回啊。来，去等候啊！啊，咱呐有咧食人在爱甲叫开啊。唔知外久唔知影哦，所以咱十波拢爱食。伊咧一批一批啦，啊，咱这来一批拢咱两工三工就袂完啦。来，就无爱等解雇啊！来，赶紧来，搁外久搁五分钟的呢。五分钟，老婆在做一个第二决定，咱无爱一三五嘛，无爱二四六。问对啦，啊有我都讲起了，有这组咱就安尼打打理理啦。干干净净。啊。平平，咱老大人，咱有咧食七组的人，拢比别人较有动，对，比别人较健康，
哦，你讲按别，无像咱别人按啰啰嗦嗦，咱拢袂。所以要健康，该为正开始健身好。对，我这个日子练来，赶紧啊！三两两两两，空八空空空一零，我八九得八两个。老师，上午大做，今天讲大做一下。大做都袂好。大做咱老婆山，像咱老婆山啦，拢买大做，等下你吃，尤其咱内伤啊，啊，你老较少。啊，我做顶吃。一组四罐，两千块。两组八罐。四千块，买两组的人，我搁加一罐。大组的又大，搁加一罐。哟，来你哦。高冠亚，你好。欢迎，欢迎啦哦。这组敢买袂贵？我唔是，我要跟你讲。一双一双，哎。来你好，来你哦。张老师讲。哎，是。哎，咱到位。我台南。台南哦。好。来你双，谢谢。喂，你好。太太太饿了。情尴尬哎！有啦，老大人食这组，大家都饿了。正月拢同人饿了哎！哦，老婆生，只有食着了，咱就加做做放心啊，就免烦恼啊。你免烦恼，一三五二四六。哦，啊，无迄有诶是烦恼到未食未困的呢。啊，真正有影是安尼。我卡着我老师讲要安怎，我要安怎才会当健康啊？无啦，啊，咱的年会有啊。嗯。咱就每一人这组健身了，就未使办啊。我拢早唔能量能量。哦，咱未使无，绝对未使无啦。你若准做无搞我买，你爱去甲别人买啦，安尼尔啦，老婆生，唔管你伫对买，你总是得爱买安尼啦，啊无时间人去拄着一三五二四六，去了了要考无考试，因为咱年纪有啊，来大做手牌啦。啊，哥，唔免底下咧走咧，哭哭撞上跟半暝底下弄变数嘛。行啦，安尼啦。大做两位娘，我见咱一两位娘。啊，个三分钟得啊啦，算要三分钟。张家今日就有客着，甲你恭喜啦。两无客着，我就从最后三分钟的机会。来，空八空空空一厘，五八九。关键点，关键啊！来你哦。喂，我叫高阳。高阳哦。嘿。敢买买贵？这组个，这组唔慢哦，来恭喜你出炉啦！谢谢一双。喂，你好。介绍好一面，就是咱健康的开始。对啦，咱介绍人唔捌食过，食了到底讲哦。哦，我知影早就好人来买啊，早就你若有阵时啊，有咧看到咧卖货啊咧，你好，喂，你好，来金山谢谢，喂，你好，来你好，老师讲，喂，来你好，喂，你是咧卖啥？来三双，来对，喂，你好，来你好，喂哦，喂，喂，你好，好，你好，我要大桌，大桌咧四双大桌，喂，你好。爱穿啊！你查甫人经济上啊，做会到大组的食较久啦。对，哦、高管四千块。咱讲讲一个粗嘴的，就是你若这组有咧食查甫人，气魄较有啦。这笑掉有落来。哦、我咧当讲查甫人较有气魄啊。我这迄个免小骗人，今仔我若是不要讲，我那含恁同款。惊老马偷咧咧。对不对？啊，就是安尼啊，够两分钟得啦。算够两分钟俩。咱甲张辉也要国方我教好你。你个小老师，赶快安尼用。空八空空空一零五八九。啊，那用人个少年开。啊啦。但动不啦当。人啊，要少年哦。爱为家先过去。哦，老师，你俩讲的这骄傲所在，何里个个偷笑啊嘞？嗯，笑咯。最近眼膜不清，眼膜来，剩一分钟尔，来赶紧啦，一个一分钟啦啊！我剩最后几位尔嘞？剩三两个，剩两位尔，剩两组尔，剩两组尔无啊！赶紧来，预备，空不空空空一零五八九啊！广州剩几位？来你哦，喂哦，嗨，我谢啦，来一首谢卓是谁？大组嘛，剩一位。大组、小组拢剩一组尔啊。电话靠后通。空八空空空一零五八九，什么人要做代表？电话靠后通。赶紧的，电话该几几零？赶紧的。这种人正贵，你真正爱着老师哎。哦。哦，这种人正你有交代呀。好啦好啦。他正过去开黑哦，拢那家里不。来你好。喂。喂哦。喂。你好。来，你说啊，这边来试试。喂，你好。欢迎啊。这无算。哎，这无算啊！哎，所以嘛是同款哦。搁一个啊！大组一位，小组一位啊！关键卡，我这个几几年啊？剩半秒钟尔。红八空空，空一零五八九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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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靠人丢一股。丢我，丢我！喂哦，喂，啊，恁卖药啊？来一双。喂，你好。我是播电视片，搁剩几位？我来分吹啦，那无使你搁继续卡，安尼继续拍恁的电话啦，还够有哦。
等等啊，炮通拢犹太啦。华州西装一个几位？来一雄。来，七号的呢？七号的，有。我高雄的尤太太、尤大哥爱听歌曲。什么我哥？你是我的兄弟。来，做音响。自做囡仔开始吼，啊，咧成长拢是得爱多听多看多做吼，咱、哦、人生是安尼来嘛，唔捌拢爱听来，爱学来，哦，咱都爱去学嘛，啊，学着去看别人安怎讲，别人安怎伫咧做，学习，加听歌，加看歌，安尼咱就一定就做会好势，介些代志咱都有这样做。哦，啊，无，咱讲一个作嘴，你若无去学，你看怎样代志要怎做？完全拢未晓。我讲一个故事，互咱听啦。
有一天一只鸟母啦，啊，就改叫鸟，我惊个叫嘞，就跟人讲讲，恁大家吼，拢已经拢大汉啦啦，三天了后，你就袂使阁食妈妈的奶啊，恁就要家己去找物件食嘞。已经大汉啦，哎，鸟惊了，就讲妈妈。我安尼，我应该去食什么物件？系呐。啊，无食恁要食啥？哟。鸟啊，母的，甲鸟啊，听讲。嗯。恁要食什么物件哦？妈妈一时嘛讲未清楚啦。那么用咱老祖先留落来方法，你即几工的暗时吼，你着去觅搭咩厝尾顶的，迄款哩落迄个牛奶，啊是觅搭咩款哩落，反正着厝角四块觅的。啊，迄款个红啊边，你着人看袂到所在，你闻呢？啊，听看迄人安怎咧讲话？哦，啊，因着自然着会教你啊。真个假个呀？啊，像鸟仔囝来讲真正呢，伊着一工暗时哦，伊着念去闻哩个，一中一人啊，啊，着听到一个大人咧教因个囝讲，小宝啊，你爱教鱼啊，教牛奶哦，冰冻冰箱内面啊。无迄细只鸟仔上爱食鱼啊，上爱食牛奶个啊！哦，真正听到下咧。啊，伊鸟仔听到，吼。哦，鱼啊，食牛奶。第二天暗时，就秘伫迄款哩落阿翁阿边啊。啊，那么就听到一个主人对因翁讲：“老公啊，帮我一个忙个，你甲烟尘甲喇叭吼，咧挂伫迄牛个遐吼，啊，较袂叫细只，啊，佮细只鸡啊，甲关好，较袂叫鸟仔食呀呢。”哦哟，喇叭烟尘佮兼小鸡。对啦，第三天暗时，只鸟去觅伫个厝尾顶个窗仔门呀，看一个查某人伫个细细念，咧念面镜讲哦，你甲看啦，你个食个肉酥啦、鱼干食剩个呀，你若无收我好吼，迄鸟仔会平康盖灵呢，明仔载就该食了了啊，你都无人好过啊。肉酥兼鱼干。啊，就安尼只鸟仔了。你只细只鸟每一工都拢足欢喜个，等于甲因妈妈讲，甲鸟仔母讲，妈妈，个人就亲像你讲个安尼同款啦。我只要若保持讲详细甲听，人哦每一工拢会教我要安尼食物件。哦，靠听别人讲话，学习我生活个功夫呢。哦，细只鸟终于就成为一个，骹手足敏捷，啊，迄个款肌肉足紧，强用心个一只大只鸟仔。啊！以后都有那有见嘛，就那照安尼教教。所以哦，伊这个是拢听人讲嘛，点点啊听，点点啊听嘛，点点啊学。啊，咱人的人生就像安尼啊。真济时阵哦，真济人伊袂刻意来甲你教啦，袂讲啊，你来安怎我甲你教，袂啦。袂啦。你若要学，哦，你若想要学，你得看别人安怎讲，别人安怎做，加听歌，加看歌。安尼，咱就会当有所定啦。咱人就是爱安尼做的。人无一定会甲咱教。人啥物甲你教啊？无。啊，无就啊，甲你教呐，教得好倒啊，教得无好，我唔得搁你怨叹。哦哟。哦，对不对？人有个人就无安尼啊。所以恁该点点啊，头学啊。来呐，爱听。像恁咧，逐天咧看我节目，啊，逐天咧听张伟咧讲，哦，要安怎身体较会健康？爱听啊，要安怎较袂浪费时间？方法照用。要安怎样？偏偏老大人，我拢比人较勇。哦。靠懂。这么重要哦。白白老大人，我拢比人较有动，比人较有用，比人较健康，袂安搞啰嗦。这就是咱大家要卖嘛。人生的目标，啊、健康。无量慈悲，拢保庇阮家老菩萨啦。哦，啊，咱来点歌啦，点歌啦。老师，你这个听话讲的介好诶。介无好，无我今日这么浪费时间呢，真正有影。啊，安娜呐。有阵时阵哦，我若想讲，大家讲我搞话啦。啊！若唔讲，讲我搞性地啦，安尼啦。未啦，恁两无啥拢关系呀，无要紧啦。无你又不接。来点歌来。点歌时间。7890880。7890880。咱这屏东的电话，按外波头，若要甲咱点歌，头前只麻烦你加一个空八。空八了哟。7890880。7890880，今日点么子安排？来了。喂，你好，潘老师哈。有。要给你点一条心田。心田，拜一楼，你什么人？我五华瑞。大队。大德家。哦，德家拜一楼啊。好。好，谢谢。你好。大哥
美女。哎、欸，犹太太，高雄犹太太，好好，别外牙迪修对吧？好，谢谢，爱你们哦。好，好，拜拜，好，拜拜，拜拜，哎，好朋友。哎，你好，张老师你好，啊，阿帅，哎，我小姐蛮好，啊，谢谢，我来点歌嘿，好，我点想厝的人，想厝的人拜二个哈，好，一百分，好，谢谢，拜拜，来你好，张辉，张英你好，爸爸节快乐，啊，你们快乐，我点暖暖暖，暖暖暖的三号，哦，你今麦较清楚啊你，好，谢谢，好，拜拜，好好好，来你好，喂。喂，帅哥美女好。啊，你好，陈小姐。大大到姓陈。哟。点一首《流浪到淡水》。拜四号哈。好，感恩你。好，拜拜。来，你好。喂，张威阿英你好。蔡小姐。爸爸节快乐。哦。我告蔡小姐。是。哎。安娜。Hello。我都。别记起了。哦，也别记起了。关那山。关那山，关那岭子峦啦，关那山，关那岭子峦啦。我爱白果河的关那山。哦，你紧张一下，然后放下去食去。五号啊，五号，谢谢，好，谢谢，谢谢，拜拜。安尼个。无啊。点五条歌。转台湾。啊，哎，喂，安尼，转台湾点五条歌，十条歌点面膜，啊，佫有，哎，佫有民主你啊才啊。是啦。咱个民主的家菜，咱十条歌红掉眉毛啦。可怜呐！你敢看啊？你个菜里哟？啊，讲家你哦。啊，不然就这五条，马仔就这五条。那我们拿，拢用得着。哎呐，啊我来拿歌啦。真正哩啊！哎呐，啊不都不电脑，不你来等你。真正呀！啊，电脑电脑来，我来甲接。应该走嘞个无安尼。有啦有啦，哦，这阿妈换新嘞啊。哎。啊无嘛，俺往迄度念念好。好好啦，我真念啦。八号呀。哦，八号，啊有雷到无咧？无啦无啦。无你啦。什么歌啦？八号是咱的五股蔡秀娟小姐点一首《往事只能回味》。喂。啊。老师哦。啊哪？我秋妹啦。哦，秋妹嘿。哎，七情的乌日章。七情乌日章，该拜哪去啊？哦。好好，拜拜拜拜。哎，恁秋妹姐点歌呢？来了。喂啊！哎，别弄这样。好，我点一条迄个鸳鸯网。好，鸳鸯网你怎不呢？怎不呀？嗯，你无怎你讲迄个姚淑静？姚淑静，拜请侬啊！好，谢谢。好，拜拜。来，阿头多，什么歌？往事只能回味。那你蔡秀娟，我告蔡秀娟小姐，点播的歌曲《老婆在到底来欣赏》。这是关于那个儿姐嘛？该听哦，到底来欣赏。
卖现代人哦，你除了规身躯器官爱国以外呢，还佫爱。哎，空旷一种的问题，就是吼生到迄个一寡些歹物啊。啊，人啊是讲毒素多的时阵哦，就是容易发生这种的问题。即摆你着呐听到讲什么人安怎样啊？着大多数十个啦，还佫有检查八个拢总生歹物。歹物啊！哎，哦，拢产歹物。无多的年代就变安尼，哦，老婆生年代就是变安尼。毒素累积。那你唔管食的、穿的、用的、连喘气的、水淋的，拢总毒啊！拢懂，啊！你到那一个无细字，一个无细字哦，啊，迄款的就肿瘤就生开，大家都有癌细胞啦，大家拢有哦，大家人拢有啦，只是你的癌细胞伊有发作无，伊有去作，伊就去变化无安尼啦，啊，人有人先那开始去变化，伊款的癌细胞先那先那伊会去变变，为什么？你的关键免疫，你的抵抗力歹呀，免疫系统下降了呀。嗯，啊，通常一般免疫系统下降的人是咪种人呢？什么款的啦？生活无规律的啦。好。哦，你讲规眠唔困的啦，哦，无眠无日的啦，人伤过忝的啦，慢性病的啦，老大人啦，哦，这种人免疫系统拢较会下降。啊，佮有咱身躯顶啊，某一部分常常咧发炎，常常咧发炎，佮会感冒。啊，你着下降着，伊着会发炎嘛。啊，发炎伊着一摆过一摆反复，伊着会变变嘛，啊变变着是肿瘤啊嘛。哦，所以肿瘤的进展就是发炎。对啊。嗯。但是你会去诊哦，你若常常咧无眠，你要注意呢。好。哦，我啉袂得，我脑袋。常常咧无眠，就是长期你若是困眠无够的时阵，爱注意啥物货？免疫系统来降低。啊，佮有咱身躯顶个产生甚物问题吗？你今摆来问我吗？啊！我咧啉茶，你咧问我。啊！这利用老师啉茶，请教老师一下。本来咱通常一般啦吼，咱直接讲啦吼，咱真现初时为甚物大家拢会生歹命啊？较遐侪人咧生歹命。嗯。癌症哦，癌症个死亡率，你即。一二十年来，拢排第一名，死亡率排第一名，拢是癌症。阿边啊，即摆敢那现代人的三分哦，还是安尼呢？慢性病啊！你拢知影，咱规身躯多敢那对未生癌呢？倒一个所在，三个所在，倒三个所在。头毛？头毛？你敢冇听到人生头毛癌？头毛癌？唔捌，唔捌嘛吼。第二，喙齿。哦，牙齿落个牙。哎，喙齿是落开呢，伊喙齿本身未生癌。嗯。肩胛。肩胛，哎，啊，其他所在拢会，唔管你是皮肤啊好啊，反正你咧看下底个所在拢有可能啊。所以哦，真老啦。啊，细胞突变呐、啊。哦，这真足老。啊，两个细胞做诶，所以要爱顾好每一个细胞。真若是讲无，你都也无检查到诶人，讲叫你都爱保养。叫你来搞搞，卖好伊生歹命，你做袂到啦，听袂落啦。那么算，我搞歹歹运，啊，对，大家拢会安尼嘛。听袂落，所以我就不爱操面啦。啊，那听会落咧。迄种啊，我真老无安怎样啊？我也不爱甲你讲啊。我真要针对哦，有安怎样的人，一定检查到啊。就是我安尼啦，像我安尼。哦，老师，你看袂出来咧。哦。诶，伊就起来笑一下，我互你看。来，今仔我都无甲人骨带，你就会当看到我是安怎，我十几年前叫医生宣布无效的啦。剩三个月无效啊。讲上久哦，讲我上久会当活三个月的。末癌症末期。到现十五六档啊。对，啊，愈来愈用诶。啊，你也看。即啊，你甲看，即安尼开刀，老师即开一刀落来到遮。哦。啊，我这边哦，这边嘛是开一刀到遮有无吼？这样搞这样，这样很好嘞。对，啊，这样下骹这么一刀有无吼？来，这样，这里一个一刀。对，啊，三刀。这那无啥咯，这都像太艰难。所以老师今麦红棍是要缩条条。啊，晋上个比我较用。无。我今麦要教咱那个晋人主席啦吼。嗯。你做电疗化疗的人。啊，是你的治疗已经治疗好啊！你静养的人，或者是你过去较早熟悉到生过肿瘤的人，对，已经静养啊。咱即马未使好痰啦。哎呀，过掉。因为痰哦，就加较麻烦啦。啊，咱都甲治好掉，让迄个
那指数卖我牙关开，安尼咱做会到啦。那么算安尼，伊只持有掉都，咱都免烦恼安尼。上惊的惊，我讲有一对红阿婆啦，一朋友啦，两个阿婆拢大肠癌啦。啊，我都离病院去登掉，我三月日甲即买个三月日来回诊一摆，我登掉啊，无兄，有闲看来公司坐。伊可能伫厝咧想讲哦，来公司坐，我唔知要甲购物啥个款啦。唔是啊，恁那老师袂晓购物啊。我袂晓，你落水啦。系呐。二十二档啊，我唔捌共开嘴过啦。嗯。伊即摆来到公司哦，我就是讲啊，我嘛生歹命，你嘛生歹命哦。嗯。在我心肝是讲，咱要安怎来活落去？对。身体变奈健康，我是咧含伊交流一下，探讨一寡这问题。伊可能认为讲我唔知要购物啥，啊，无啦无啦，那等等。我看安尼，我嘛不爱好心无雷击嘛。啊，第二年我就讲我要赢啊，啊，伊就走啊。经过半年就死啊，迄个朋友啊。啊，伊唔是好了吗？好你对啊，我讲听哦，一旦你老死过，哎，无对会生啊。你有个人，你敢保证拢袂啊吗？哦，无法度保证。哦，对不对？除了爱有方法观念。所以哦，伊半年啊就死翘翘了。上届可怜的银宝啊，银宝安怎可怜？隔一个月换银宝死，为什么？啊，刚刚欢乐欢乐，银宝嘛是大肠癌嘛，刚欢乐欢乐死啊。两个红阿婆，对不对？你台北市啦吼，有一位咱的诶老大兄啦吼，伊就生歹命，啊指数一直降袂落来。啊，伊即摆伫节目当中听到我咧讲。张威有哪较早就是安怎？谁派命诶？结果伊就问我咧、嗯，我讲我讲哦，医生照看啦。医生一定爱治疗。哦，你医生一定爱照看。对。啊，当然咱爱自救啦。如果安边啊自救，我著一个观念方法落去念嘛，也无什么奇怪啊。咱当然咱爱自救啊呢。起码，我咧甲问讲，啊你是安怎样呢？伊甲讲，手术了，甲进嘛有哪买？买六七年啊，啊！都我拢本地三个月回诊一摆，即摆变半年，结果即摆讲我指数也关开啊啦，指数也关啊。医生讲哦，讲哦啊，安尼介危险啦。我讲啊，你过偌久爱去？伊讲啊，都后一转啊去，都爱搁抽血。我来这段时间，我一个观念放我落去，嘿，甲进嘛已经经过两年多啊，人伊都拢哦好好 OK 啊。伊逐摆去咧检查抽血咧检查，拢正常诶，指数啊，起落标准呢，唔知安尼唔达到。张威较早开刀诶时阵是无生人诶，你来照相片恁看。十几年前诶时阵，安尼呢？这是等下开刀完了。开刀完了像安那？皮包骨。四十六岁。对。六十四岁。老师，你安怎讲诶？哦，啊，这四十六岁。所以我讲，你有啥物通去烦恼？唔免呐。那无啥，你免烦恼啦。查某，唔管你生灵癌、生啥物癌、啥，我个个拢免管。无就生伫倒位。第一，医生先处理。对，爱看。你医生无看，你茫找我啦。哦。人讲真正，我不爱分家规啦，我也不爱顾你啦。咱医生有咧看。照治疗。啊，唔得，知影讲咱的镜头即马是到底有较好啊，无较好，是不是安尼？对。啊，等下咱自救。啊，要哪自救？掌握一个观念，望我哩。啊，咱身体得用起来。活到百二岁。啊，你有啥物通好烦恼？免烦恼。你免烦恼啦。甲我互你个正确个观念方法 copy 过。对。安尼你就健康起啊。佮活比别人较久。佮对袂？安尼好冇？好。饮者茶来，无你话自备敢保庇。哦。大家身体健康，食百年啊。大家起来。大家好，我是陈佩欣医师。随着疫情稳定控制，指挥中心启动防疫新型冠运动，邀请各人做伙来迎接防疫热火的心态度。除了防疫，嘛会当放轻松，享受着生活。伫遮来提醒，防疫期间，民众嘛是爱维持个人的防疫措施，譬如讲用湿文来较久来洗手，若是无法度保持社交距离，还是要坐大众运输的时阵，就爱来挂嘴安。只要维持防疫措施，民众会使放心参加各项室外活动。
譬如讲去看室外的艺文表演、加体育比赛，还是讲去郊外来走跳、运动、旅游，等等，对着身体健康有帮助的活动，保持个人卫生的好习惯，做好家己防疫新型冠状运动。平平做人哦，啊，咱叫台钓哦，这真正实在有歹运啊！啊，你免怎？诶，歹运就是哦，我讲的，我阿爸讲的。阿爸讲安怎？平平，迄台钓真正有衰潲啊！诶，庄客人啊，讲话安尼。但是咱找方法，咱不服输。所以我唔当要甲咱老婆仔讲，其实你啊，只要方法用了对，家己帮助家己，老婆仔身体赶快会当健康。有什么能够玩乐？没玩乐，来看你啊！我今天要帮助我们这老婆山哦，来，开安东的九九五喝早糖胶，有你，来谢谢啊！饮料都要打到有你啊！我今天大油单一个，老婆山，晓得啦？好运的，好运的，你免看，买变数去变数了。你是小分子的哟。啊，咱这歹运的哦，身体要顾健康哦。今仔一摆机会尔啦，你像咱台湾敢那专播，敢那咱叫九九五喝早糖胶，这罐喝早一种不懂哦哈，啊那一种不懂，全国你找无一罐含这罐同款的，对，内面的成分哦，内面的成分，咱来当作骄傲，敢咱老婆仔讲，啊你有可能这边买边买，伊拢同款的哦，独独就是咱也无同款，独家代理，啊这安那因为伊足有交代，啊就是因为有交代，伊成本高，太贵，并无利润，无人买卖。张威，张威是过来人。张威想讲啊，准做无钱赚，无嘛，互阮家老婆仔当健康，有啥物好？一罐一千，一罐一千块，买两罐，两千块，送一罐，买两罐送一罐。老婆仔哦，早暗两粒啦。啊，那较需要。伊叫你较需要，有人食到三粒面啊。来，一罐搁啊加落去，买两罐送两罐，买那个大家拢食得起呀。安尼，互你开一两千块呢。等下。咱的这个往来驾驶气哥有哪一条？有需要九九五的，你这气哥一定爱用这个气哥。一定爱有哦哈、啊！当你有需要九九五的人，你就是需要这条气哥啊。一定爱用这条。然后这条气哥，咱身体就较健康哦，会记住啊。对。来，爱了，一个保健一百，给我关一关。老师，你还没上保健一百？有啦有啦。你怎啊没上呢？搁兼上往来气哥咧。上个就上。啊，这个都也加了咧。电话不好通，搁提一罐保健一百。安尼啦，安尼，互你开两千尔啦。老师真正咧做神书诶。来，这罐抽一个啊。保健一百。要帮助阮家老婆生哦，未使干食一支嘴啦。较近一点。有较近诶，较近诶。哎，看到哦。好，来，安尼又搁看到您。好。啊，人细人就是安尼。OK。好，来好，谢谢。啊。安尼全部看会到，又得两千块。开两千块，十二个就好啦哈。进十二位尔。十二位就好啦。来，你好。什么人要做第一位？喂。哎，你好。嘿，我是做。你出运啊！这组食的人叫福报啦。你免烦恼啦，我免做济组啊。哦，做济组，一刷一刷哦，是。喂，你看，真正贵呀。伊食足济组啊。真贵，搁等下买啦。你啊，太有交代耶。伊讲伊食足济组啊，呢啦，哦，啊，恭喜你呢。对。哎。那第好一面就是咱健康的开始。我这是几年呢？赶紧电话靠通。啊，这款赶快该教你呢哈。敢做会食？来，空八空空。安尼我会走路呢，我也要上那往来教手气哥，也要去上保健一百，你真正好多啊！那个没上啊？无啦，老师，啊，无恁真几位有上个好啊？两位个好啊？十二位啦，十二位呢？一位啊？喂，喂，哎，啊，喂，这个在哪里的？来，九九五喝早，喂，你好，九九五喝早，安尼就对了，两个人拢了解耶。啊，来赶紧啊，来你好，喂。喂，小姐你好，来一双，一双，喂你好，看今天有咱保健一百哟，现在老师真正咧做神书，帮助咱老婆仔健康啊。迄个有需要，有需要喝早的，这个人伊都有需要这罐保健一百。对，这咱张辉经验啦哈，有需要咱的喝早的人啊，你都需要保健一百啦。嗯，啊这罐免你买，老师教你哈，这会价，来你好，第五位，喝早糖糖胶。来杀耍试试，喝早糖胶啊！安尼五位啊啦，对，搁纯粹哦。这五位的乡亲朋友老婆婿，你出运啊！咱免搁烦恼啊！你转定万无一失的，咱有未来。你拢免烦恼啦，哦，咱讲熟悉的是安尼啦。
啊，人袂当挂无事牌啦，除非你家己本身大概会晓顾啦，袂晓顾吼，随时随地咱有可能就会危险啦。卖回一间啦，方法就是伫遮、哦。来呢，搁七位呢，最后七位尔。来，赶紧来，我拍摄拍摄。赶紧电话，人家卡好通哦。空八空空，今仔有送呢，点嘴点抓无送呢。啊，后一回嘛无送啊。后一回那无呢？来，你好啊。喂。喂。啊，你好。我要买口罩啦。咱住倒位？我高雄啊。来，一山高雄，谢谢。喂，你好。啊，搁六位啊。健康的选择。来，你好。喂。来，赶紧哦，搁六位哦，来你好。张老师讲，电话通啊，有人接无？嗯，来，你刷接下来试试。喂，你好。来，你好。喂，张老师。哟，我咧过不用咧。来，三刷过不用咧。喂，你好。谢谢，来你好。喂，喂。Hello。电话通啊，有人接无？咱这身边有作者拢安尼啦。有人接无？要砍你啊你！你电话去遐插电话线啊。四刷，再四刷。喂，你好。来，你好，张老师讲，你好，来一刷试试，张老师讲，一线到五线快点，来你好，喂，一刷到五刷，今天来给我刷来，试试，喂你好，张五，来拍摄啊，老师，你好，有人做到底啦，有咧需要好找的人，有的拢需要大组的呢，哎，啊大组咱阿婆婿拢较无，我知我知，买一组两千，两组，两组四千块，两组好找四千块，买三组六千，剩五千，三组又得五千块，拍摄啊。这今仔日呢啊！这红庙之灵啊，对，啊，都答应阿婆要做当下工课，我都做甲搞对啦。三组五千块。来，你好。喂。来。来，计算谢谢。喂，你好。大组加三位呢，另外哦，三组五千块，迄千块老师帮你开哦。大组会食较久啦，哦。来，你好。喂。多少啊？大组迄组一千块是老师帮你开的。一组两千，两组四千，三组六千，剩五千啦。对。啊，老婆婶，经济上做会到，要大组食较久。啊，那咱老大人有诶无咧谈啊，咱要细组食完较够未？但是你卖有？哎、哦，那未使无啦，未使无啦。哦，我再加几句呢，搁两分钟啊。最后两分钟。最后两分钟。这是个第二决定。来，大组修改。再好，咱老婆婶看一下。哦。两位名大组诶，995贺枣糖胶。这价格拢搁倒来买，太有高大个呀！咱迄个有咧食人，你都拢爱看开哇，无人着啦。嗯。哦，咱这无人，啊，你准好早，你也准做无买我个，白种白煮那有介济好早。但是无同款啊。当然，咱也不爱去人讲啥，你都来无买我个，有哪爱去买别人个？咱那是小分子。未使无食，未使无食，那你好。喂。啊。我走。来一双来，谢谢。喂，你好。当有一天咱在咧歹运，啊，都无食袂使，你都爱食啊。啊，你无甲张惠妹，你嘛得爱去买白种白煮的好枣。因为歹运就是爱食好枣。安听无？有。会去真啊？歹运就是爱食好枣啊。最后剩一分钟啦。这个第二决定。歹势啊！我这个日子哩，赶紧啊！来，你讲。喂，剩一分钟，你老婆我啥？空八空空空一零五八九。一分钟，一分钟，护一生，护一生。来，你好。喂，你好。哎，你好。要几多？来，一双恭喜你啊！喂，你好。有个几个人健康啊？喝酒抵抗对。喝喜快乐不？我王二敖。老师，搁加照顾一个老婆婿啦。就是安尼。有个是一个老婆婿出文。无牛做猪逼的啦。嗯。偏偏就是讲要牵一挂咱只有需要照顾的人来啦。大家安尼大家庭。啊，我来分吹啦，恁继续拍电话啦哈。老师，赶快让我这罐一包是一百啊。弄过，弄过，弄过啦哈。空不空空空一零五八九啦哈。啊，电话再去继续卡。有啦有啦有啦。啊，你落啦。I'm sugar。我这。来，兄。你哪不学个真功的哦？你像我那两点钟的那种公司，老卡刚接电话，四号。四号，义良人罗东的黄小姐，点播国语老歌，然后邀请线上老婆婿共同欣赏。
咱今看到这画面，就是古尼多，古尼这个普陀的这个画面。咱甲咱伫遮参加占卜的，即乡亲朋友老菩萨，哎，即个名单啊拢写伫书文呢，啊，又着经团来甲咱赞经做功德回向，啊，这是来甲母娘祝寿，啊，下晡卡来普赞中环安尼，两点，啊，保庇咱大家客家囡仔大细平安，做生意的家业利器，做农的五谷丰收，讨利的满载而归。做官的步步高升啊！一年一拜。哦啊，今年离咱这个国历八月三十，即月即个月底吼，啊，农历七月十二大礼拜日。欢迎大家来参与。嘿、哦、啊，老要参加的人，咱这一块都千二块。普陀。哦，普陀啊，一份都千二块啊。来占卜。啊，母娘的寿桃哦，一份五百块。五百块。做寿桃的是代表讲长岁寿哦。啊，咱厝内面啊，幼婴啊啦，老大人啊，身体不好诶，做手头盖好。应该啦。哦，啊，咱啊咧破多，咱啊伫遮破，咱厝都免破啊。好，伫咱遮破盖干枯诶咧。啊，老朋友，恁可能拢有去接到我诶贴啊啦吼。嗯。因恁啊，旧年伫遮破，咱遮都资料，咱我有寄贴啊，甲你邀请。对。啊，因为油菜乌白，但有你有收到无？我唔知。我搁再去处理，再甲你邀请呢吼。会去真啊！啊，若无收到贴码的嘛，可以参加哦。拢会当参加哈。啊，要哪参加呢？你着电话拍来，姓名、地址、电话哦，啊，留落来，啊，我着寄单给你啊。然后，你收到单去西门全家 OK 莱尔富得当寄啊。唔免签名，唔免登记啦，唔免收消费，完全拢唔免。拢总唔免安尼。就里边，而且足够功夫的，遵守鼓励。啊，所以若是要参加，对。啊，咱那迄个普渡了，普渡完毕吼，咱甲这贡品、这白米，咱拢甲发放予需要的人客去食平安，就像安尼，你甲看。嗯，东江发放。哦，东江哦，咱东江就发放啊哦。啊，那是咱老佛山，那是要来客白米，等于只嘛欢迎哦。欢迎哦，欢迎！啊，要来来客白米，唔免炸证件啊。完全拢唔免啊。人来就好啊。好。哦，记住呐。来啊！咱要占卜的人，咱电话甲拍通来。老师，记住这里好不？七八九空八八空啊！七八九空八八空。来，你好。喂。喂。嗨，你好。你好。哟。你这是迄个张辉。迄个张辉呀。有。我要做手头。好，来一双来，谢谢。功德无量，大宝牛做手。功德无量啊！哈。就好哎。咱那个今年的年当不好。哦，咱就知影吼、哦，你无离家破，你哪会别离破啦？侬一定爱破。今年一拜。啊，今年离家破吼，咱母娘啊，有一个要你保平安的香火袋啊。嗯。哦，这个福袋要予你挂伫客厅，保平安呐、啊。好。予你徛家平安，那是吊伫车顶，予咱出入平安哈、啊。咱这香火袋啊吼，就像安尼哈。嗯。哦，正面倒面，这正面啊，这倒面哦。可别是咱母牛陪伴咱伫身躯边，甲咱做只宝贝同款。对啦，无唔对啦吼。伊内底还佫有五宝哦，内底还佫有金文哦。是啊，咱若接到单内面，就拢有啊啦。好，先单接交你。我单要交你，互你交钱。我这个因为第一顺便该寄过啊。啊，咱若无生，我要交你帮金介伊做伙困，敢可以？会使是介好。介好啦，无生。你会介欢听。哈，咱若是较清气上个人，身体较无好个人，那个摕一啊香火袋呀，啊吊伫身躯边陪咱困，咱嘛较安稳。啊，咱讲属性哦，进啊千二块，讲来菜市啊买物件，买当个普渡，买无物件。啊，佮买啊佮无用归工。啊，佮加无用个啦。嗯。啊啦，那你讲啊？喂，嗨，喂，喂，嘿，你啊，咁张辉啊，我是啦，我是，啊，我是啦，唔呀，我是啦，来一双这边，是啦，是啦，妈妈，老师给侬话个无声音，伊这就甜透伊，我操，我讲我是啦，我是讲哈，唔是哦。是啦，我头拄啊讲我唔是讲你是哟。哎呀，这个老师你要吃看嘛也无得。安尼就好，好，好，今麦人问我讲我唔是啊，哭哭。太难嘞啦。老婆啥？阿妹唱卡等我今麦当卡嘞，还是恁任何要忙什么会？小等下就节目我得买来买鞋啊，搁买菜啊来食饭啊呢。哟，来你好。喂，哎，你好。嗨。参加做手头。好，来你上来谢谢。喂，你好。哎，你好，
喂，你好。你好。我买那个三层铺。来三山谢谢。恭喜恭喜。来。像咱报咱个像规伫旧年度吼，咱有做者名单有无吼？个像安尼，啊，互咱老婆婿来看。啊，而且呢，咱遵守鼓励，佮有赞经，咱家己伫厝内底吼，普渡无法度啊。啊，这个平安的香火袋啊吼，佮你加持好啊。然后这个调入咱的客厅哦，这间厝徛家绝对平安。嗯。老婆婿，有个人啊，出去佚佗吼，那伊拢家己包包拎呢。包包嘛可以哟、哦，啊！出来佚佗就做平安的呀。要去游览嘛可以。啊，是讲哦，咱若有开车，那个吊在车顶的。出入平安。啊，反正出入平安哈。种驾驶过。一台车一台哈。好。那、啊、你好。喂。啊，你好。喂。啊，你好。喂。好导航。你好啦。哎。哎啦。三位啦。我唔是。来一双、啊嗯。是啊。喂。你啊，你唔对啊。我讲是讲下唔是哦，我即马唔是讲下唔是哦，我唔知俾他讲。老师、啊，你到底是不是张飞老师？我冇咁么介怀疑啊，你到底是不是？啊，头一个我讲是，伊讲下唔是哦。啊，第二，啊、我即马是讲唔是，伊讲下唔是哦，是讲唔是哦，是我唔知俾他讲。拢唔是啦。喂，喂哦。喂。哎、欸，你好。哦。哎、欸，我花莲的啦，花莲的修头啦。好、哦，来二线来，谢谢。喂，你好。哎、欸，咱们这个修头吼，嘛可以做两分、三分钟总可以。来，你好 ，Will。喂，你当我有事呀？有。哦，我是讲哦，我要来，修头我就用一分啦。好，来三线。喂呀。啊，大小姐讲。啊，咱普渡嘛，写到用公司行去，所以恁即摆走马顶咧走的个性呢，咱有普渡的老婆婿的命，那是唔对，咱一定爱改，恁拢要落素文的，要变起嚟的。对啦，啊，咱你咧，那是有来你家破，咱厝就免去破啊啦。嗯。哦，厝免去啊，无加无用的。恁家改功夫的。大家拢无用无讲的啦。而且恁家个有赞经。啊，破完了去兼做功德。哎呦，老婆婿，你们好伟大，当斩破个当做功德。来你好啊。喂，嗨，嘿，张辉呀，有，嘿、欸，我收到了吼，好，来一双，谢谢。喂，大姑娘，大母娘，安尼接收一个应该啦。收到就盖好了，来你好，喂，喂，哈，我参加收到，好，来一双，谢谢。喂，你好，收到一份是500块，有啦，一份500，千几块，普渡千几，都有那有人个身体做不好，讲我要六分，哎、欸，真济哦，真正，哎、人个就是。该干啦，那你个，免咱一分得啊，珍珠，哎呦，喂你啊，阿母娘嘛够有灵感，喂，张老师家，你坑你啊你，喂、哦、喂，爽爽啊这边，喂呀，那你个，张老师家，哎，爱看啊，张哥你可真能搞，没那个能摸你呐，还是你呢？嗯啊。人咧普渡，我咧底下咧迄个。喂。哎、欸，老师，我要做修头、啊。好，来个一双，谢谢。喂，你好。母牛宝贝，咱旧年套当的，伊今年才一摆生日，咱甲母牛做只修头是应该的啦。啊，今年普渡吼，你注意看，那做生意的吼，普渡完了，你开始你生意就好。好。今年哦、喔，哦、嗯。啊，你那是我啊，相对的啊，咱那是讨你也好啦，做迄落做事的也好。今年普渡完，你就趁钱啊。啊，做灵感的。哦。这母牛甲咱坐阵。啊，咱母啊，一个咱的香火袋要咱挂边啊。这提早报名，啊无那是呢，你若看我报名哟，那是量无够个无啊，香火袋也个无啊呢。啊，搁偌久啦？啊，搁两分钟的时间，搁两分钟啊，搁两分钟尔啦。老婆，才搁两分钟的时间尔。对啦，啊，恁都那小等呢，我那咧做功课，恁都。有哪人赶快来当卡？有哪会当卡啦？那小姐都该接嘛啦。你需要嘛是有应该当卡互通啊，无一定按咱这段时间卡电话。对啦，平常时你电话就当卡。好。啊，你来甲抄咧，哦，甲抄电话。哦，有老师比去年那个牙疼啊，牙紧。今年人会更加侪咧啦，今年更加侪。啊，今年要压1000个，后尾压500，后尾100个，拢有啦。1000个？嗯，干你偷的！你要压1000块？哦，我着。人家嘛，着威力财神。你干嘛？我来威力财神的正面。喂，你好。喂。哎，我被热酒头。来一双，谢谢。喂，你好。来，你好。喂。嗨。来，你好。
喂，你好。哎，啊啊啊！你说你说。喂，你好。好的。来做功课啦。老婆先继续看。有。来，咱来做功课。主席张贵丽家来恭请，就咱母娘慈悲主公普照来给咱保庇啊！在咱这个高雄中间平，来乌潘大楼二楼二五一平房单金莲，屏东关新亨乡五房村五房路670号单桂清飘，高雄凤山区水丰街10号李区桂香，台南市立平。602-3号病房，咱的叶黄娥；新北市树林区中山路二段156-3号八楼之三廖鸿辉；高雄中基病院12楼美栋，29米床，咱的林黄碧云；阁有就是咱新联亚新病院3楼33层为国务，而且恭请着咱母娘慈悲。主公普照来给您保庇哈，我您大家身体赶紧健康，一切有顺心哈。那么咱叫真侪位跟咱母娘当庭照明来扶持，一个月100块功德非常大哈。家人的信义区王庆忠15个月，平溪林美娥10个月，树林关国书20个月，桃园的罗德陈月珠12个月。苗栗的庆南乡，咱的林詹文良8个月，洪万张宇熙12个月，潭子蔡明宏6个月，民雄黄彩玉24个月，下营江中庭12个月，满洲叶金秀10个月，功德无量。咱回家来恭请着咱母娘慈悲，主公普照来给您保庇哈。我哋当政府消极、消极、应受监督、公平、责任通、地位开通、弘扬化解改一生从灾患，共济万事大吉，福慧双修，法喜充满。咱今来尽量对咱的地位容易。手把青烟插满殿，低头便见水中天。绿巾青巾风为多。退步原来是向前，如果来到着咱智慧容易这个单元的时间，而且非常感谢在咱电视机头前的阿公阿妈，电视机头前的乡亲、士大好朋友，咱诸位神仙大德、诸位菩萨、诸位师兄师姐，时间一到，也得含咱做位伫咧做这个功课。小丹，请各位再加给咱这个功德，咱来回向我天顶伫咧杯、涂骹伫咧手、水灵伫咧手一切众生，也请加给咱这个功德，回向我在过在民，欢迎大家平平安安、赶紧来过一个正常的家庭生活。请感恩咱这个功德，回向咱的亲人，咱的阿公、咱的阿妈、咱的爸爸、咱的妈妈，回向咱在外口读书做工课的囡仔，欢迎大家平平安安过。那么，请你来求念珠，咱请个念珠请起来，无念珠的人请双手合掌，心宽的别念，南无阿弥陀佛。咱来延续着咱昨昏的这个话题啦。咱常讲到着众生无边誓愿度，这个万刹也是众生啊，只是未得了比较较深啦。伊造作着种种的这恶业，所以咱也爱发这慈悲心，帮助伊来破灭开悟，帮助伊来转恶为善，咱会当互为师友啊，相破相成啊。伊造作着这恶业。咱立刻就会当回光返照，
哦，家己是不是有那有遮诶，这个恶的念头甲行为无，这较重要啊。别人咧做唔对，咱都爱问家己哦。回公安局就是讲爱等下看家己是到底咱有落下面共款无？那有诶话，爱赶紧改过自新啊，因为伊就是咱的老师啊。伊若无做，这个如是现，往往拢家己都无多发现过失哩。所以伊的善行，咱爱效法，爱学习，爱赞叹。伊的恶行，就爱检点咱家己的言行，的一个一面镜。所以顺境逆境，善人恶人，拢总是菩萨所修学的这个道场啦，拢总是成就的善业的一个善知识啦。今日这部经教导着咱相念善法，心善思维善法，思想善啊，观察善法，行为善，不良好分不生干杂，这就是叫做知与自善啊，善业才会当圆满。西方极乐世界诸上善人骨灰一处啊，上善就是自善嘛。即今日咱要倒一下，对咱这个业。这个顺境逆境，对善人恶人每一个方面来学习这个成就。所以呢，顺境逆境拢总是好境界啦，善人恶人拢总是真善知识嘛，哎，当然成就着咱家己的自身嘛。啊，那是对着善人起了着这贪爱，啊，恶人的起了着嗔恨，安尼这就是不善学啊。所以有处可知啊，咱大家知影。咱袂使无恶哦，人伫这个经营当中去贪嗔痴慢啊，失去着喜怒哀乐，所以咱虽然学佛，同款拢离袂开着这个烦恼。哦，爱会晓恶的人，伊就伫这顺境不去贪欲，伫这逆境不去嗔恚，对着善的人，对着恶的人，拢会当平等恭敬。这个亲像咱的六祖大师同款哦，上生智慧啦。咱来当来弯里的贪嗔痴，当然就当得到财不自在嘛。啊，化万差为善意哇，这就是一个果报嘛。过来第三就是福德自在啊，随心所欲啊，不改彼果。福德福就是果报，德就是福之因，那无积德，哪里来福报？所以呢，福德两字有因、有缘、有果啦。啊，这才是讲叫做圆满。那有这个福，你无这个德，享福决定是做罪业嘛？哦，无有这个福报的人，无容易来做这个重的罪业嘛。有福报的人，才做这个罪业较容易啦。因为咱的社会大众做福也容易啦，啊，要做歹也容易啦。所以，亲像咱了凡素文当中有所讲，了凡先生做了着这个宝地。这个宝地的地官啊，这个属于贵啦，伊做一个地官呢，啊，这贵。你这地位顶官上，伊做了就真侪罪孽嘛，哦，修复也非常的容易。你个想讲政府向着这做农的人来扣税，那伤过重，啊，伊把这个餐桌来个减轻，这拢是做为百姓伫咧造福嘛。啊，税金啊，减轻的都是嘛。啊，那么专管的农民拢受到好处啊。哦，当时伊就发一个心，讲要做一万件好事啊。干那因发一个心，一万件代志都圆满啊。因为伊有福报，伊会当啊，那一个发明一个吊呢，按正人大家拢总有去受益到，这种善事啊。啊，咱要做的，咱啊一对青年要当时做个一万件。所以，如果伊若是无伫这地位顶面上，这一万件好事不容易圆满啦。啊，所以这就是指咱的修福。反倒等哦，若是国家的这收税若收过济，啊，你还佫想要加收一点嘛？啊，为收的佫囥家己落地下人，这个举动就做了着一万的这罪孽啊。所以，因此地位啦、权势在手、造福造业，拢非常的容易。哎，有个人做官大，哎，就吼，啊，要这也要那啊，啊，要嫁娶也要啥，倒娶也要啥，啊，娶家嘞也要害，你平民百姓都无这个宽心。
虽然积大善啊，但做不了就大恶啊。这的道理在咱这个感应篇里面有真济嘛。感应篇感应篇这个回篇里面的古早人的收集哦，因果报应的公案，这故事真济属性哦，绝对不是讲想出来写出来。所以咱今日冷静来甲观察过去的事实，甲着现今社会每一天所发生的代志，咱就当相信这因果是真的嘛。正善人必定是善果啊！哦，啊修善就当就是咱的德行嘛，一定要认真努力来去做啊。现代世间人只求福报，下气道德，但为什么伊的福报也同款会当现前？就好亲像咱的因果报应，敢那像个未准的吼。啊，其实这是世间人眼光短浅啊，唔知影事实真相在倒位。又好，佛在咧讲啊，因果通三世嘛。伊这世人所得到的大福报是前世人修的啊。哦，啊，这世人若是啊，一旦佫修正伊道德，那么伊福报就不可思议啊。哦，你这世人而且福报就现前。哦，唔知影能够修正伊道德，反倒当伫咧做罪业。哦，福报若是一旦用完啊，这个福来享尽的时阵，罪业就现前啊呢，伊的前途就变乌暗的啊。哦，对嘛，气象就在三度啊，连人天福报都拢总无分啊呢。你看，介济人安尼大起大落，嚯、哦，本地起来哦，做赚大钱，做大官，到路边嘛是大行咯，做了不好啊。时间的关系啦，今日讲做国家人怎么做回应，怎么能请对个人去讲哈。愿意出功德，回向诸众生，解脱三界苦，开发菩提心。请我们讲哈，那个地方开，这东西三岁多岁，他都没做的完就爱去一路，吞进去，别人就我们都来请你。我看电影了，就要看刷电影完，阿弥陀佛。种种灾厄如灯化，斑斑祸患似水消。佛愿保留点灯十二愿，第一愿事业兴旺，事多。小姐，听白歌，一卡手指。
望咱大家一做虔诚一心，来向咱母娘感恩。无极妖帝大圣主，西王金表大天尊，感恩感恩再感恩。